过来是这个鸡仔路顶有这个发电机，这个真难得的画面出现伫个高雄。讲为着要来提升到空中救灾的能力，甲美国购买乌鹰直升机最后的六架运到高雄港。长半暝啊，航机用拖的方式，为大尾路顶一路拖到小港机场的空勤总队。这个场面真壮观，大大阵的民众肖战翕相。一架一架乌鹰直升机半暝伫高雄市区里拖，现场场面有够难定，有真侪乡亲以及军事迷去看闹热。现场观景嘛，无用你指挥。广播为了提升空中救灾能力，将十五架乌鹰直升机移交空勤总队，其中最后六台当中被乌鹰七七早起运到高雄港，七八透早，高雄空勤总队用拖的方式将直升机位港口拖出来。那我们之前几次接机的话，也常常都碰到有台风警报，所以说我们这次是采用陆上拖机的方式哦，可以减少在我们在港口作业的时间，以避开台风的危险哈的侵袭这样子。动员200多人精力，空军总队总共用3点钟才顺利完成任务。重点就是在强化我们海上夜间搜救能力。那我们的增加装备有热影像仪，那这个功用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搜救的时候，可以搜索到人体温度的不同，而快速的找到被救者。乌鹰直升机外观未来会阁喷漆改装机身，估计明年就使正式救灾，强化咱国空中救灾的力量。